他佛定如来密印修真了义诸菩萨万恒受人一见观世音菩萨阿耨云通长请高一看经门阿是观世音菩萨即从初期定义佛种而报佛言师尊一你无邪无数恒护法于是有法出息于时名观世音无欲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若三摩地这一段经文就是个世音菩萨依照我根的圆通的一个修法我时就是那个时候也在这人一会上释迦牟尼佛问诸大弟子告人虚说怎样能够真的圆通就是修到真果的起初发心修行的经过情况大家也叙述一下子在那个时候从这个阿弥陀成如尊者一直到大势至菩萨有24位诸大罗汉诸大菩萨都讲过了这个20就是指的大势至菩萨讲念佛圆通章已经完毕的时候到了第25位就是这位观世音菩萨详细的陈述这个阿根那个得圆通的这个发心修行的情况为什么观世音菩萨选择这个阿根入道呢这个有两种意思当时啊五年尊者是一个当机中在人义会上是主要的请问法说法的法也是真理五年说法的由于五年一向重视这个多闻不无整修这听这个语言文字跟这个文字上流转了跟声音上流转了就不知道把阿根翻过来听听自心也就是叫旧入还假所以观世音菩萨体会佛的意志所以他选择这阿根的圆通的这一法门能够使五年尊者闻此法要能够深刻的反省其实不要注重这个外面的声音语言文字而是要注重文思修才能够得到圆通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
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能够入道、学道、修道乃至正道，或是用阿根这一个法门最便利所以啊，在二十五位大菩萨、大罗汉许十个真的圆通的这个经验以后，文殊菩萨在二十五位当中啊，有成佛的这个意志啊，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一门，欲取三摩地，实从文中论。这个一首偈子，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答复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因为在轮回上，佛听了。诸大罗汉、诸大菩萨取舍了圆通以后，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个阿根圆通说过以后，最后就问这个文殊菩萨：“你看，文殊师利，在这个大会上，二十五位罗汉菩萨都取舍过了，修到正果的情况得到圆通，你一看这个二十五位当中哪一个法门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所以文殊菩萨就宣宗这观世音菩萨这个阿根圆通，所以说这个是首偈子，不止这几句话里，在楞严经上有很多的偈子当中，就选择这一首偈子呢，说明当时得的意思。此方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能够学到真正的道理，这个啊，清净在一门，这个教起就是指的这个佛性呢，就是从佛性产生的一切的真理，能够是明心见性的话。还是从阿根闻得音声才能够入道，欲取三摩地，实从文中论。下面两句话就说明，你能够得定得圆通，实实在在是从阿根闻法，由闻思修才能够入道。下道、修道、正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观世音如来应证过去的观世音古法，教导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的这个法门，能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从阿根门法下手入门，观世音菩萨是全西方极乐世界辅助阿弥陀佛说法教化众生的，所以阿弥陀佛们
左臂是观世音菩萨，右臂就是大势至菩萨。到了阿弥陀佛经过无量劫以后，教化众生的缘到圆满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来继承阿弥陀佛成佛，那个名称就叫普光功德三王佛。菩萨有两种因缘得名的，一种因缘就是在这个因地上就是在修行发心因就是指的这个基础这个地位，能够修行正果的这个观的意思就是能观的智慧，思应的意思就是所观的境界。从这两句话大家下发怎么就对这个人观数物一个人数两个字是已经理解的。简单的打个比方，这个人呢就等于是主人，观呢就等于是个客人，有租客子，大家对这个人生就容易理解了。譬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六识就是个主人，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就是客人，所以叫做客尘嘛。所以这个所观之境就是指的外面的六尘，人观之智就是专色尘智嘛，六色修到那个相当程度，这个色是凡夫的色，到了菩萨法的地位就变成智慧了。所以人观的智慧观这个所观的外面这个六尘的境界，所以叫观世音。基于这个阿根的本觉，本觉就是文心呐。就是自心，也叫法心，又叫法心，名称不同。以这个文心就代表一切心，那么眼睛看到是叫净心，鼻子闻到叫嗅心，嘴巴尝了滋味叫色心又叫常心，甚至接触到的叫触心。我们一说是实相的就是相心或者叫自心、觉心，把它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心所以文心代表一切心的，一切心就是一个心名称有个多种，实际就是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依照这个阿根的自性这个本体，也就叫本觉，
算起这个释迦，就是太子家务的苗子，本家是指的自心，释迦就是我们从文思修得来的家务，得来的智慧。由于这个智啊，来观察三种世界，就是七世界、三角世界、有情世界，这个叫叫三世界。七世界就是自然环境一切的依报，三角世界就是僧人、佛菩萨、正道的僧者他们的这个境界。有情世界就是凡夫众生的境界。观世音菩萨去看这个三种世界，所有一切的因缘，所以你观不为外面的因缘境界所转，不随他流，而能把这个观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人观的智慧翻过来观啊，向那边观，看我们的人观的是个什么，这就叫文心。翻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自心，乱流妄说，乱流就是说啊，乱到生人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自心的这个生人的这个智慧啊。那在我们凡夫呢，就叫生死啊，烦恼自由自由，这生呢就是离破寂静自由。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智慧能够翻文文自行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把外面的所有十三相为所发的世间的所观的一切都妄算了，其实不执着，不像我们凡夫众生眼观色就贪色，耳闻声就贪声啊，观世音菩萨是不执着。我修习观音如来所说的文思修，但是说于自己修行呢，其实自己修行长期的寻修，修成金刚三昧，能够悟道正果，得到圆通。这个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过来的观世音如来就对观世音这位菩萨啊，就把这个名字啊要他继承下去，受记就是你将来成佛。现在呢，他在成佛之前是继承阿弥陀佛的位置，成为观世音菩萨。这一个道理，就是说明为什么叫观世音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用这个智慧，翻文文字心，不超这个外面的因缘乃至六尘所转
我能够啊逆行啊，能够进到自信，从自信上悟到真果，所以叫做观世音。这是啊将从自己修行这个方面，所以得名的来由。第二点呢，说明为什么观世音的，是从利益众生、教化众生得来的。两的意思是不同的，一个自性，一个化他，在《法华经》上是的。那有八千万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世音身，解得解脱。大家读过《法华经》都知道，所谓观世音，就是说菩萨啦。用阿道听音声，为什么用个观字？观是眼睛看叫观呢？因为菩萨的境界六根互用，眼睛也可以观到音声，阿道也可以看到事物，所以啊，用个观世音啊，同时里头有含义。你可以观察观照，所以观世音菩萨今天听到世界上八千万亿众生同时来观察的众生受了种种的痛苦，同时你爱知道痛苦怎么得来的，这样消除的，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还有办法，就是在救众生的苦恼。所以我们呢，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救我们出离苦恼，所以要一心成名呢，就是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啊，要决定相信，而不要怀疑，一心成离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号。那个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能够解脱苦恼了。为什么？就是由于观世音菩萨知道你在这里受苦受恼，冥冥之中就来帮助你解脱这些苦恼。在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有好多的句子，就那三赞半年嘛，例如说昔若大火，火不能烧；昔若大水，水不能漂。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就举这两个灾难，苦的、水的，当然这个灾难很多，还有风灾啊、地震啊、盗贼啊、贼震啊、牢狱啊、遇到魔鬼啊，种种的灾难，就说明观世音菩萨只要你一心成立圣号，他不管什么灾难，他都能来帮助我们出离苦海。假设我们掉了火坑里都烧不了，假设掉了海水江水里边
谁也不能把我淹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称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观世音菩萨以化他的能力功德，所以观世音菩萨成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分众生有缘没缘，都是要给众生的眼老，救众生的痛苦。众生就是我自己，我没有个我，众生就是我，所以叫做同体大悲。观世音菩萨知道众生成立他的善好，就知道娑婆世界的众生是苦是乐，是苦就来救拔他的痛苦，是乐就来厌离他，故意他精进修行，包括还有愁和这个欢喜。人生就是有苦有乐，有忧有喜嘛。在家人讲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无欲。包括各种因缘，佛菩萨都知道。在《大悲经》里头说，这位观世音菩萨早已成佛了。那时候的法号叫正法明如来。为什么成了法还要等于是下方佛是最高的地位啊，菩萨比佛的地位还低啊，不像我们凡夫众生要向上吧，不肯下降。而佛呢没有这个思想的，你呢做众生可以降下来，因为是大悲心很切了，我一个人了脱啊，还有众生出离苦海呢，大家得到解脱才好。为了名利众生的迷途之犯，所以带过行淫，就是带过就是已经成佛的佛果，行淫就是将为菩萨来修行度众生，行这个菩萨身，帮助佛来转达法轮，是众生能够得到了超凡的身。这是在大悲经上这样讲的，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这个两个意思啊，说明观世音菩萨得名的来由，就是一方面是自己修行能够悟道正果，得大圆通，所以叫观世音。一个因缘就是由于观察众生的苦恼因缘，那救拔众生的苦恼，同得解脱，所以叫观世音菩萨的。这是讲观世音菩萨得名利这个两种意思。下面呢就说明在这个轮议会上，这个佛闻诸大菩萨、诸大罗汉得圆通的这个修道的原因和经过的情况。所以听了大师之父的叙述了圆通以后，就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到发请定义而不发言，说师尊呢，
我记得过去无量劫以前，那时候才发心学佛，当时的佛就是一位这观世音佛，在世界上教化众生。我就在他的座前就发心学佛，要成佛度众生。这个菩提心呢，就在无上讲嘛，这就是成佛呀。普度众生，哎，就是成佛，那必须要度众生，度众生才是真正的成佛佛性，所以叫做菩提心。但这个菩提心，就是成佛度众生的心，度众生成佛的心。当时的观世音古佛啊，就教导他，那时候有两句话：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就是耳根、耳识，才能够闻声。就是知的、能闻的这个闻心。这个知心没有这个闻心呢，耳是耳根是个工具，他呢能够分闻闻知心，就是从耳根耳识在追求本来的知心，加名为闻心。就是从我个文法闻到自信了，就得大智慧了，就叫文殊成慧啊。思呢，就是思维啊，现代名词叫思想嘛，维是不断的思想，可以追究啊，而后得到智慧，用智慧来思维。修呢，现在的名词叫实境，我们叫修行，从实境中来出真意，就得真果，所以叫修真，修道真果。道就是法了，修是佛法，真的佛果。也是三个解读来修行，就是从闻而思，从思而修，经过这个三个解读的修持，就可以证了如来的真正的三昧，所以叫做真定。闻思修就是我们的三种智慧，一层胜一层的，一层高一层的，是我们学佛的方法，修行的方法。我学佛的内容和这个道路，就是戒定慧，成为三无漏学者。因为你能够依戒修定，因定发慧，能够直接识定啊，得到智慧，这个戒定慧就是我们下修的一个正法啊，就是下修的方法和道路。这个人经的这个宗旨，就是要你往归真，虽则勇敢，什么是王呢？就是落
跟落实落成，这些都是希望的。把这些希望的理由找到我们的根，根就是就自的文心、这个在表面上看是这个耳根，实际就是自的文心，所以用这个耳根看到自己的文心，自心就是这个，就是发心，就是发心，就是自心。能够从这个耳根翻文文自心，这就是智慧，这叫文殊成慧。这个耳根不是像一般凡夫众生所谓耳道听到声音，一般凡夫众生只晓得是耳道听到，我们学过法的晓得耳根是个工具，是个窗子，门窗里边还有个人，人才能透过这个窗子门才能看到。我们学法知道有个落色，这个落色等于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门通过门窗看到外面的事物，但是落色还不是理，所以观世音菩萨翻文文字心就是透过这个落根落色而能够看到我们的自心。所以说这个耳根就是自的文心，因为看到这个自心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不随外面的声音所转动，也就是说不为这个外面的六尘所转动。这凡夫众生呢是向外流，向生死流，由于贪念所生相为作法，因此就造了许多的罪业，受了许多的痛苦。我们从此可以体会到，我们学佛修行，不去贪念六尘，不用翻文文字心了，爱就是叫做追求真理啊，真心呐、要看西方归真呐、不随外境的分别所转动。外面都是虚妄不实的东西，所闻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不得在贪念的。我们能够闻到我们的人闻的闻心，这就是大智慧啊，现成就是文慧啊，这就是本家了。本家的义气，也就是心的本气，而后才能够发展我们思想的智慧。有了思想的智慧，才能看到我们本家的义气，义心就是指的这个自心。所以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净色不杂色，净空不杂空，空有不二，不起分别。这就是智慧啊，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早已无蕴皆空嘛。就是思想在那里观察观照，得到的智慧。你能够把我们的虚妄不实的凡夫众生的这种思想逐步的离去，逐步的解脱，这就是自己烦恼啊，自己发个勤劳我们呢、
观云翻本，归元翻本，这个元与本就是自的这个自性，就是佛性。我们能够翻本文自性，就叫归元翻本。这就是我们修行得来的大智慧了，叫无分别智。如是，我们从文、思、修这样的久而久之用功，功夫深了，心地清净光明了，豁然开朗了，一旦能够看到这个自信了，就解脱了六界。什么叫六界呢？就是六根比六尘数极其大了极，凡夫众生呢，所以这南无经上人曾经这样讲啊，凡夫中贪恋这个外面的色尘，就是你业无立心，无言你说男女之间的贪恋不息，念念相受，念念不息，因此轮回落到生死苦海，不得出离，不得解脱。另一方面呢，这个凡夫众生这个就是以牙还牙，冤冤相报，你有我的债，我有你的命，这样的呢互相残杀，人是为羊，羊是为狼，这个众生互相疼痛，一强其壮，一大其小，不动因果而不信因果，根本省了的体会因果，因此啊轮回生死不得解脱。所以叫做结，就是这个结，眼睛比外面的色尘数结，这个叫做眼根与这个色尘相结，耳根与外面声尘相结，结就是当大疙瘩，解不开的疙瘩，就是把它解脱了，切出来那是六根比六尘接触了，就是启发，所以烦恼又叫启，就启发出了，这个绳子困起来一样的，不得自由自在。所以，青冈老法师一个自在两个字嘛，这个名字当中一个自在，观自在菩萨嘛也是叫自在嘛，有了启发就不得自在了。六界能够依照文殊救救救的寻求，到了心地清净光明，就能够解脱这个六界了。普无蕴，我们一切的魔障就是在无蕴上产生的，色身相为触法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无蕴心境上都有的。超无着即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明着，这弥陀经上有的这圆通，这楞严经上的话语，圆通就是修到真果一切通，通达无缘了，一切无缘得大智慧嘛，一切无缘了。若三昧就是到了这个定力境界，
用这个开示教悟的智慧，符合了我们自行本来教悟的议题。这就是如金刚不坏一样的，这个定不是一般的定了，所以叫做心定、大定，是至高无上的定，坚固如金刚的定，所以叫做金刚三明，就是从文思修得来的。这个以上呢，就是叙述开始一读经文呢，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就是这个金刚三明，这个三摩地啊，就是指的这个金刚三明。为什么能够得到的呢？就是从文法思维修行得到的这个三种智慧，有这个智慧才能够得到这个禅定，得到禅定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菩提，才能够得圆通，就是修道正果。就是刚才这一段就是解释头一段经文，二是观世音菩萨即从诸起定义佛造而不复言，是人一念无息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是名观世音，无以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刚才讲的这一段就是解释这几句话的。阿弥，在清看经文，经常说啊，出于文种论流王数，哎呀，这都很深啊，大家特别要注意听啊。修了几劫，东瀛偶像。妙理不生，如是积证文殊文经，经文不足，觉殊觉空，空觉即缘，空殊空灭了，生殊生灭，即灭现行。你假使我们不讲解，或者不看这个是不是恐怕这句话是莫名其妙，是不是啊？就非常的深，修行呢不简单的，一层深一层的，一句话深一句话深下去，有层次的啊，接下来以后才能体会到。把这个几句话介绍一下这段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即将说的话，就是从文殊修入三摩地，怎么从文殊修的呢？在这里点那个文，由文一层一层的渗下去。他说啊，无基础是在耳根闻声的境界当中，就翻闻闻自心，就是翻过头来听听自己能闻的自心，这个叫乱流。翻闻闻的自心是生人的境界啊，我们凡夫众生哪个晓得翻闻呢？这晓得从外面看，不知道从另一边看啊，宝贝的另一边不在外面，因为从另一边看，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说的，因为我能够闻到自心达到落了这个圣人之流了，就忘掉了所闻的外面的声音的相貌。
圣人也是一种祥啊，六尘的形象啊。一切的圣人到了文物所闻的境界，这个前面两句话就是说明闻到至今就能够把这个圣人忘掉了。再有这个忘掉圣人以后无处闻了，没有完美的圣人，到了这种境界了。所以你在这个寂静的经验当中还进一步的修，有圣人同没有圣人的中阴两相，中就是有圣人，静就是没有圣人，这个圣人就是中阴两个形象，两个境界。接着这个中阴两个境界就是有圣无圣的境界，了无所得，了无挂碍，这是人畜双亡，就是叫论如王说啊。到了那种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这样的，还要继续努力，紧紧勇猛的修。把这个人文的自信和书文的外面的落成这种功能统统忘掉，定下了，如果疾病的把它消了划掉了，这个时候啊除了划掉血划掉了病划掉了，水还存在，所以就出现这个心的这个觉心，有个心，这个人文的这个心和书文的声响再把它忘掉啊，这个忘就是把它消掉，消亡的意思啊，使这个人文的书文的这个两方面诸日课统统忘掉，忘失就是消亡了，忘失掉了，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教教心，人家的教心和书家的境界，后来又把这个人家的和书家的又把它空掉，是不是就到了究竟境界呢？还没有。所以你无相无人无数到了这种境界了，也不执着，也无所住，这个有了空觉的这个觉心走遍去了，能够觉的智慧和所有觉的这个境界就是空境，这个方面啊还要把它消完掉，从此书家的经验和人家的智慧还都空了，这个空掉以后这个觉心与这个空就打成一片了，混成一体，混为一体了，一切生灭生灭灭生生灭灭生，有一事都不存在了，
这个神秘密生并不是从我们一般的神秘的这个说法，就是讲的讲了一层算一层呢。出于文种的流亡书书了几句，东京我想要离不生，本来我们凡夫众生是有生有灭，生就是我们文的声音，这个声音就生出来了，凡文文之心就把声音灭掉了，人文的是书文的就灭掉了，东京偶像就是有生无生，这个偶像也灭掉了。在六年不生之中，不禁的就问了，还有一个人文书文的这个东西也算出来了，把这个人文书文的人文的智慧书文的这个生成啊，这个文也不得上，也把它丢掉，这个丢掉了，还有你能够接受这个文能说的这个接能接的和书接的这个空域也把它弄掉，能接的书接空掉了，会有空又生出来了，这个空生出来，这个空加人空的书空的又把它灭掉了，这个达到这种神秘完全完了，这个神秘就指的这个神秘，一层神一层秘，一层秘一层神，所以啊，人神书神人秘书秘通通灭掉，到最究竟的境界就叫寂灭虚境，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当然不是一层一层的吗？哎，就是有一个人文书文，这是一层啊，东京偶像小城叫出了，而后就一个人家书家，人家书家又空着了，还有一个人空书空，又把它神秘灭尽了，到了这种境界寂灭心境了，寂灭心境就是我们的自性才心境，所以我们能够闻自性看到自性很不简单，心里啊不是就要清净光明啊，所以净空老法师常常教我们要清净心啊，才清净心，心里清净了光明了，才能够进到这种境界寂灭心境，看到自性。